那个，如果你觉得自己颧骨高的话，那就是得稍微往下修一点，对吧？我看想怎么修，哪位置？这对。我怎么想不哎，现在这边就明显比这边。不行，我那两边好像在看，现在看有点喜感，感觉像被打了一拳。你确定打的是颧骨吗？嗯。不要看，你先不要看。你等我化完的时候，他们不知道我化妆的这个习惯和手法。哦，对对对，好像刚刚那个。你眼睛给我遮瑕一下吧，我今天黑眼圈了。行，你放心，这些都是之后再弄。现在还是先把你这……哎，我觉得其实你很有那种就是欧美的那种脸型感觉。对对对。真的？真的真的。啊，那我帮你把你的那个轮廓再加强点，轮廓就是两边，就是这种地方，好吧？嗯。有色儿再深点吗？这感觉。这个，跟这个。这不紫的吗？我可以直接弄是吧？Are you sure？ 来，你这头，头怎么了？这头骨也怪丑的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你表情有点不对呢。我真的觉得很荣幸，我能给你化妆，而且就是这么美的第一次给人化妆，是一个这么美的女演员，这谁不觉得？来，你正好看看。把那些东西拿一下，就他。哦，垃圾桶掉了。怎么了？太荣幸了。你知不知道我化妆师他给我化个妆要15000？啊？钱这么好赚的啊？你啊？加本金，我相信你也可以。啊，那好好。哥，你之前长过络腮胡子？我，你千万别戴这个，这黑。啊，行，这个，这不是超黑吗？光头，我一会儿可以给你化个妆吗？你要化什么妆？我想给你化那个齐拉妆。我不化的就是齐拉。哇，你不演的是齐拉吗？对，不用化的就是齐拉。你觉得这里演的就是齐拉吗？我不用化的就是齐拉呀。如果小四老眼底线有点高，看到这样的天竺油花，你眼妆怎么都没放？他会给你加那个片酬吗？我想用遮瑕，遮瑕有吗？遮瑕在哪儿啊？高光呢？高光不用打吗？这遮瑕我可以忍着在妆里面稍微帮我看一下。哎，这看不到你的你眼圈。嗯，遮瑕你平时喜欢用哪个颜色？我都是三个混着调的，但是这个需要那个天赋。你有其他是什么天赋呀？瞬间移动。嗯。我就瞬间给你那黑眼圈移动没，行不行？真的？你这头发太当事了，你碎发太多，你该剪头了。我又不像你发际线往后移，我没有碎发。黑眼圈看不到。什么都没有。真的？这眼睛感觉像新生儿一样。但你不能画假牙，那电影可真实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所以我现在尽量去还原嘛，嗯。对于林允的眉毛，因为林允眉毛比我觉得比别的人要长一点。有剪子吗？有剪子吗？剪子吗？啊？可以修吗？你不是说一遍？刀子行，刀子行，刀子行。